今年嘉义市购物节发票登录金额8亿3000多万破纪录，上大奖100,000油电车由来自嘉义市的李小姐来抽到。抽奖的发票是伫便利超商和大卖场等等一般的生活消费。另外，今年个人消费上济是3788万，会使得到价值14万的名牌卡网。嘉义市市长黄敏惠亲自颁奖。鼓励民众多多消费。今年的突破比起去年，又增加了10%，达到了8.3亿的额度。感谢常常我们的旅宿业者、我们的百货业者、我们的所有百工百业，大家无不卯足全力，而且还提供了非常优渥的奖品。会使抽到100万轿车是非常幸运，不过原本抽到的不是李小姐，第一顺位抽到的得主发票无去，失去抽奖的机会，才由第二顺位李小姐来抽到。阁有一位黄小姐受到财神爷照顾，连续4冬拢抽到好礼。黄小姐嘛大方分享抽奖的秘诀。我周遭的朋友就听了我讲之后，大家都说明年一定要跟我们讲，我们一定要参加。对，可是听到我中奖，他们已经来不及了。我说已经截止了，所以说他们说明年，我说好，我一定会通知全部的人，大家都再来参加嘉义市购物节。除了100万轿车，阁有100万现金。澳洲商人来回机票、电动机车、饭店大美光和黄金等等，丰富的礼品刺激嘉义市的买气和消费力。发票登录金额一年比一年搁较悬，无定后一摆抽奖的就是你。记者周淑贤采访报道。